早就哀愁的歌声，孤单的人影，想出着无奈的心声。我比别人打认真，我比别人打打拼，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打打拼？两个字大声，愈大是心愈疼。啊，命运，命运的字大声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为什么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两个字大声，愈大是心愈疼。啊，命运，命运的字大声。谢谢你是在创啥？你是丢金哦，是都为身体不好，那丢嘞丢嘞哈。演什么要像什么？哦，是是是。你看一摆减一摆呢？你啊，你是艺术工？什么艺术？我是讲阿吉啦。哦，错字啦。阮师公哦，伊唔是身体无好啦，伊哦伊头壳嘛无好，啊运气嘛无好，嘿啊，伊逐项拢无好啦，歹了了，歹了了。唱这条命运的吉他，主要是要来只解运的。哎，太啊，解运哦。啊，恁两个今仔日拍算要怎解运收掉咧？是不？有解两个哦。恁两，哎，恁两个拢真衰啊！哎，唔是干那哩衰尔，伊演两届演唱会呢，两届呢，两届，两届，两届啊。这是不要紧啦，因为吼这疫情吼比较严峻，大家呢就是要懂得保护自己。然后我们延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先来听傅凯来讲，跟你的粉丝讲一下啦。对啦，因为真的，因为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下来听歌，希望大家当健康。卡叔讲了，今麦办，我相信大家都蛮敢来。疫情过后呢，新的时间出来，我就如期举办，然后跟大家见面，把好听的歌唱给大家听，是的。对，希望大家多等待啦，谢谢。对啊，傅凯的粉丝们，你要跟着傅凯一起加油。反正哦，就是我们慢慢的等待，一定会等到那个傅凯的小巨蛋演唱会，所以你们要守好哦，在那个傅凯的粉丝页就知道什么时候会在小巨蛋开十哥的演唱会。哎呦，你甲看阮这个妈妈哦，对阮这个傅凯哦，偌尼啊疼痛个关心呢。一定啊，因为我嘛是观众啊。哎，那听完傅凯跟粉丝这种温暖的喊话，现在换碰狗跟债主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也很需要。你就讲一下吧，星星啊。干不得哟。这是安尼啦吼。是。各位亲爱朋友吼。那我欠着钱的人算讲歹势啦吼，啊，那有对咱有怨恨啦，就讲啊，你趁钱也无要行啊，那吼，才歹势。疫情的关系，哎，这来才2500尔，你是我爱认真拍拼，啊，即马都有闹咧做生意，吼，等下遐物件拢会摆伫个家吼，啊，迄个各种食品，安尼大家，安尼特别做股东，哎，西贡。你别信心啊，我无要紧，你莫偷拍广告，就是希望大家来个支持啊，啊，无一定。你要脱口罩了啊？呢？对啦。哎呀，傅凯，这疫情的时间你拢在创啥？甲粉丝报告者分享一下。啊对。疫情期间学着做些代志呢。依照万专是不要一味照卡做代志的人。现在呢，应该可以办一桌。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道料理？有没有？哪道料理哦？我觉得我那个番茄炖排骨很厉害。口说无凭。是。现场好不好？把锅子拿出来，现场做给大家看。现在。锅子吗？对啊对啊对啊。不是我们有食材吗？对啊，有没有食材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那下次好了，下次。你姐等一下哎呀！我是讲很丢，来示范一下讲嘿呀。哦，后摆我有机会，你再容易，我再传给大家吃啦。我阿伯安尼啦，哎呀，你着讲唱一条歌给人听，没关系啊。阿伯，我听着你有些困未起。你的粉丝很爱听你的歌哎，今天要来唱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好吗？你今天做声音怪怪，对不对？
怎么？对啊，刚才你主持人嘛，我给你换一下位置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你先看关系哦。过去，哎，那隔离要1.5公尺，先过去。我看好不要，我看好不要。好自在哦。哦，阿弟他关系哦。那今天带来什么正能量的歌？就是雅文姐的《雅丽优》，好不好？詹雅文的，对，把疫情压过去，对。OK， 来一起来欣赏，耶！人生咪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生咪上艰苦，离袂着伤口。啥物苦涩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咱小出路。第一爱呀，家己一步；第二爱唔惊吃苦。雅丽优，雅丽优，有一去到雅丽优，上好拿到吃苦了苦，追求拿到快乐。雅丽优，雅丽优，不怕失败雅丽优，用心付出为回报。的哟，加油！对，充满了正能量，所以没关系。我们现在疫情严峻，我们在负能量当中呢，找出我们的正能量。阿公哥又来了，在疫情的期间，你拢在创啥活啊？关心你一下。这是全民的事情嘛，所以咱都在讲尽着咱这啊一份子的这个力量。所以我每天早上就开始去街上看有没有人没戴口罩。你去讲检举了啦？你是怪消毒水袂后壁搞啊啦，都安尼做。无啦，讲笑啦，疫情在家里面，除了胖以外，吼，对，其他因为讲啊，艺人应该经营一些别的东西，是，所以过去我蛮在讲 YouTube 是变来经营，是，经过年轻人的教导之后，哎，发觉还蛮好玩的。讲到 YT， 啊，你个频道唔就甲大家讲啊，宣传订阅小铃铛者，叫啥物名啊，大家知影。大平康啊！你若是想要知影碰果安怎兴钱的，就去看碰果的迄个 YouTube 频道。啊，你若是要知影富凯安怎做菜，就去看富凯的 YouTube 频道。对，因为伊即摆拢变网红啊啦。大平康嘛，啊，你迄叫什么名？富凯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许富凯。哦，你叫本名对不对？我叫本名。他因为伊家债主会来，不敢用本名，所以他用大平康。还是可爱人在啊！这注意点，给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有给你照片。随时追你的行踪。对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每年给你开演唱会，疫情过后，是你是怎么过来欠钱嘞？啊，等我一点就用错了。啊，你可能是后世人的代志。啊，疫情期间你拢在创？我当然嘛是拢在修理啊。我最想要在你房间哦，装一个监视器，安尼吼，我就会当大家看到你啊，你知道有一个镜头啊。疫情期间，你为什么没有把口罩戴好？敢讲你就是这个社区出现的那个变态？无啦，你，无，我不是，你是不是那个变态？我不是嘞，我会，你是不是？我，你是要坐几呢？我头壳足戆的，我不是变态啦。
我们来回味一下。好啊。好，我们在庙会做活动的时候，来唱一首我们常常在唱的歌。OK。Beautiful Sunday， OK。OK， just do it。美丽的星期天。OK。Beautiful Sunday， OK。一起来欣赏美丽星期天。In the park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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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's a beautiful day. I got someone waiting for me. When I see her, I know that you say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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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's a beautiful day. Come on, let's go, baby. H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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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beautiful sun.都有唱到正能量的歌曲，对对对，我还没唱到，差不多要轮到我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OK， 对不起，观众，我知道今天有正能量的歌曲要了，对不起，傅凯，自己兄弟讲，帮我讲讲话，给他一些机会啊，你还是给他唱一下《荣耀》主唱的乐，对，我以前也当过《荣耀》主唱呢。再讲，再讲，听我讲一下，嗯，我唱过，哎，不要紧，好唱啦，天哪，不出家条都好啊。就我塞雷公啊，我师父最大，唱唱唱，你当唱哦。对，我们先看你唱的怎么样。反正我们上次合唱也被制作人剪掉啊。我跟导播共解，导播。哎，防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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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破口破口子。哎，导播，导播，导播，你迄傅凯大概唱歌迄唐阿门，你先搬出来。阿弟蛋呢？我蛋呢？我左脸比较帅，等一下特写就尽量带左脸。好，啊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要停机了，我要录单歌了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我们那个窗户就不见了，卖掉了。哦，他搬去我演唱会用了。你到底是被唱什么歌啦？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有小张雨生的外号，我除了是南港刘德华，还有小张雨生的外号。好多。我们不要单录，我就坐着唱就好了，我现场唱就好，让你们去趴的。你是不是想过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？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，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？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，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？把手机给我，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。
谢谢。好好听哎。碰哥，我决定了。你决定什么？我明年给你开演唱会，疫情过后。你现在过来欠钱呢？啊，等我一负责运作嘞。啊，你可能是后世人的代志啊。华山就好啊。华山的 legacy 啊，可以哎，才百几个呢。无啦，嘿，当龙超过五百啦，超过五百啦。你听到有没有吓一跳？我原本就知道那个歌很会唱歌。我坦白讲哦，唱的真好听呐！掌声鼓励一下，观众朋友，掌声加尖叫声。其实你可以自己出专辑耶，看有没有我们家谢陶哥啊。你都有的，他怎么没有？我刚好想到有一个幸运女神。哎，谁？碰狗的好朋友。谁？搞不好请他帮忙，真的有机会。哎，真的吗？有。真的。伊不阿多啦。啊，你奶公伊不阿多？不是。你若讲伊就一定甲因翁讲就有法度，人伊偌好命，你知不知？伊是偌好命？伊唔知伊交偌侪钱呐？有影哦。因翁给伊八张卡啦。八张卡，信用卡固在一刷。入计啦。啊，八张哦，真恐怖。哦，你知不 ？OK， 哎，哦，怕啦。叫伊出来干黑金刚啦。对了，哎，赶快请他出来吧，好不好？他对象啊。事不宜迟，是，赶快邀请这个幸运女神出来替两位加持一下，顺便问看看可不可以帮我发唱片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是呀，欢迎幸运女神带来的《爱对吧》。一头走大悠远的路线，甘愿等你等到心疼痛，爱你爱到无生命，痴情对我一领灵袂断。感情若像鱼落水袂活，爱着我痛嘛无算啥，希望从今以后你甲我面就纸到老甲袂变卦。有一种歌声叫做爱，一种梦叫做等待，望你将我永远放心内。
本哥、傅凯还有登辉、韩诗玲，就是嫁得很好啊，身材又维持得这么好，歌又唱得这么好，就好幸运哦，金叫福报呢。他会叫这个幸运女神哈，还有更幸运的事情。哎呦，我请他跟你分享一下。都说这一辈子都要去看过一次极光嘛，然后我第一次去阿拉斯加，我第一天就看到了极光，很多人去的好几天都看不到哎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幸运，对，不是干那那一年一个 get 到一个好安，都叫碰狗共，共一 get 到一八张信用卡，没啦，碰狗你真的太夸张，你少报了一个零啊，拿包包拿包包，我们要检查，哎呦天哪，拿包包怎么这么幸福啊？开玩笑，真的是开玩笑。碰过就老公很疼你啦。女人要得到老公的疼爱很重要。爱给自己照顾好。是啊，一定爱啊。诗玲她很棒，就是她会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她会学大提琴、钢琴，然后唱歌，然后浇花，然后养猫，还会做菜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哦，对，真的很棒，很贤惠的一个太太。个人哪公欢喜，给的生活方式就好。对了，对了，眼前你两个人最欢喜、最幸福的呀。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啊！你今天要带来哪一首歌给观众朋友听呢？我今天要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曲《心美苏西》。好，一起来欣赏这首歌《心的苏西》。期间我看哦，你还是赶紧回去比较好啦。你天气不爱我了。卡扎，咱两个做伙的时阵，跟咱红门头去抢着耍，你即马叫我赶紧回去。无，咱继续私讯啊。哦，要私讯安尼，咱先抱抱。哦，抱紧。上下其手啊，有没有感觉？报告，附近我拢总巡过啊，暂时是无什么奇怪的所在，但是我特别注意那个变态有出现无，好，随时回报。啊，是讲这个变态嘛，你真奇怪。啊，这么疫情，大家拢这么年辛苦，是走出来乱是咧乱啥哈，乱咧头壳一空的哟。这若去我抓到吼，我绝对给伊好看。还是讲这个变态的特征是啥？来来来，我来看一下。黑框眼镜，黑色厚背包，黑色球鞋，长相猥亵。哈，原来如此啊！这我都要特别注意啊。好，随时来找看这个变态在倒位。足久无来啊，拢无人。
来呀啦！我就紧张，我就紧张诶。Hello。哎，宝贝。你想啊？我是想看清楚。南港刘德华，大家。哦，德辉，我的宝贝，我就修理呢。你敢知道我伫倒？哎呦，拜托！疫情期间，你当然嘛是伫厝的啊。你看，这不是阮家的门牌。对啊，我想讲吼，啊，即摆疫情期间，不是拢干来当视讯？哦，啊，我要甲你离较近的，我就来恁家门口甲你视讯安尼啦。稍等。你的口罩哪会落来啦？哎呦，口罩要戴好，你安尼也是可能发现检举吼，是会罚3000到15000的罚款呢。你别紧张啦，我拄仔来时有看过啊，遮拢无人啦。哦，即摆规世界，干来我一个人出来尔，所以安全啦。哎呦，好啦。疫情期间你拢咧创？我当然嘛是拢在修理。我跟你讲，我最想要伫你房间哦，装一个监视器。安尼吼，我就会当逐天看到你啊！你知有一个镜头啊。啊！什么代志？这位先生啊，疫情期间，你为什么没有把口罩戴好？我有啊有啊，在这里。你戴在下巴就不对不正确，一定要戴在鼻子这里才是对的。拍谁？我拄在你边啊，安尼哦，偷偷啊，甲你瞄，甲你看哈。我阁有听到讲你要房间装什么监视器。敢讲你就是这个社区出现的那个笨蛋？你，不是，你是不是那个笨蛋啊？我不是那个坏。你是不是长相鬼畜！等等，我是有黑框眼镜，加黑色厚背包啊，加黑球鞋。但是你讲我长相猥亵，我无法度接受。你才猥亵，恁全家拢猥亵啦！你敢污蔑警察？你即马把我身份证摕出来，身份证给我摕出来哦，大官。疫情期间，酒精一定要带着，然后随时随地都要喷。我无确诊，你放心啦，我安全的啦。我唔管，你讲的无遵守。来，你叫啥？黄登辉。黄登辉，你没有前科哎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善良公民。我连那个交通违规我都不敢，我怎么会有前科？误会你啊，真歹势啦哈。你又袂等，安尼好。这张真正是我身份证，你又袂等。我即马吼，拢会伫咧这附近巡逻。哦。啊，你吼无啥物代志，就卖到倒垃圾。好。紧回去，好唔好？好好的宅在家里，没有必要的时候就不要出门。好。除非你必须要买一些日用品，怎样不？怎样？拢伫咧厝。嗯。卖倒垃圾。好。紧回去哈。是大人是。baby， 都在哪里躲呀？拄好一个警察在临检呐。下面有警察哦。系啊。安怎无？无代志，无代志啦。我甲讲，我要出来透透气安尼尔。我是，伊当作我是变态啦。啊，哎呦啊，今嘛防疫期间，我看哦，你还是赶紧回去较好啦。你讲啥？你讲一解。赶紧回去较好啊。滚！在咱两个在做伙的时阵，讲一个电话，我说我要挂了，你说你先挂，我说我先挂，你说你先挂，今嘛你给我赶紧回去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无啦，我很爱你，我超级爱你哎。那你为什么你要给我赶紧回去？
啊，因为即马就防疫期间啊，没有必要不能外出。哦，你来叫我回去，你就是不爱我。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我爱你，无咱继续视讯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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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继续视讯，安尼就无问题啦。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最近哦有去练一下跳舞，就厉害哦。嘉欣啊，什么舞啊？我跳给你看，我跳给你看，我跳给你看。我跳刚炸这自拍棒来，就是要吼跳这舞给你看。我来，好啊，来哦。哦，你看，哎，出去转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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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哇 ，baby， 你好棒，好厉害哦！出去，出去。出去等来，跳这么就是台湾舞啊！出去等，出去等来，出去。哎！你是要学对吗？这叫做甩手舞。甩手舞哦。哦，啊，这安怎甩啊？你看，你要先，你先手伫头前嘛。手。啊，腰出去。腰出去。手出去，搁转来。手出去。啊，这是左边。嘿。啊，等下换甩来这边的时阵对不？甩来这边安怎？脚伸伫后壁。脚伸你后边，啊手在后边，脚伸出去，手在后边。哦，安尼。嘿，啊出去转来，啊出去转来，迄个节奏爱抓着对。哦，你来出去，你来出去。这个节奏抓着对。嘿，有吧？呵呵呵。来，老师音乐来。嘿，你来出去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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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出去，嘿。无啦，我拄仔要甲你教，无小心你就摕落来，我甲你讲。拜托我，你讲安尼是会当罚你钱哦，吼！你莫讲我看到你安尼口罩没有戴好戴满哦，你真正是莫名其妙呢，搁你遐搞我咧拉稀啊拉稀。歹势。你运动会使，但是呢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满，拜托好唔好？我知影你很闷，在家里很闷，哎，你流汗呢？不是，我拄仔运动，即摆搁起雾啊。勤洗手，酒精要喷一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保持社交距离1.5公尺，知影不？好好好。哦。宝贝，啊，你拄则是去倒位啊？奈无去啊啦？警察搁等来临检呐。哈，过来啊。嘿啦。你赶紧转去啦。无啦，我要让你警示呢，你怎么搁叫我赶紧转去？哎呦，我拄则你让我警示，你跳舞嘛跳好啊。现在疫情期间，你赶紧回去，若无，小等那个警察还回来，就害了呢。你叫我回去倒？回去厝的啊。你怎么讲赶紧安怎？赶紧回去厝的啊。你信不信？我无爱我了。较早，咱两个做伙的时阵，跟红门头去抢着耍。离开我，我无得离开你。你即马叫我赶紧回去，你是不是？安尼你无看到我啦，我瞧见。你是不是不爱我呀？不爱我啊？是不是不爱我啊？误会啦，误会，我超级爱你。安尼你别阁叫我回去无？我来继续私讯啊。哦，别私讯，安尼等。很难继续私讯。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今仔日吼，搁有穿吼一招，咱是毋是足久拢无亲亲甲抱抱？哎呦，讲到这個，防疫期间嘛无得见面，当然嘛无得亲亲抱抱。我跟你讲，咱先抱抱。哦。吼，啊先免啊抱，来你我做啥你做啥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你手吼，先插去后壁。插去后壁。安尼无？嗯。吼，抱起来。抱起来。拥抱。拥抱，抱紧，上下起手，啊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好像有呢。来来来，刚才是你抱我，现在我抱你，你做一次我看看。我看看。我抱你是不是？你抱我，我抱你，我试试看。你要双手，怎样？我秋春鬼，我秋春鬼，对对对对。我在摸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抱到你了，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感觉？有。好像在做瑜伽，快抽筋了。十五，好久没有抱到你的宝贝啊！
啊，起码你会抱的哈。会会会。我们现在一起抱，拥抱，来哦，数到三就抱哦。好。一二三，哦，宝贝，宝贝哦，宝贝，宝贝，你不要感觉到我，宝贝，你不要抓我的头发，你不要，不要抓，不要，宝贝，不要，你太粗鲁了，不要啊，不要，宝贝，宝贝，我快抽筋了，宝贝，抽筋了，好，先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阿内阿内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有感觉哦。太有感觉了。这家伙叠厝人足久的。哦。啊，想不想亲亲？我有大礼物要给你啦！啊，嘉欣，有什么礼物啦？俊感内衣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今麦疫情期间没必要，不能出门，所以我嘛不要多出门给你提啊。我靠！我靠！怎么没送你礼物？你半暝啊爬嘛爬出来？那呢？你敢有什么办法？咱是要安怎嘞？爱接你哦。好好。Come on, baby！ 跳跳跳跳！你就是这个社区的变态，起码你都袂甲叮当。哦，啊，想不想亲亲？啊，除了抱抱还可以亲亲哦。会当啦，会当亲亲。我讲亲亲，咱手机啊就摕起来。哦，手机啊摕起来。亲，手机啊摕起来。哦，安尼，还记得我们以前接吻有没有？嗯。垃圾，有那个步骤啊。啊，怎么做啊？我们发明的，别人是冲脱泡盖送，啊，我们接吻的时候都会追赶跑跳碰，追赶跑跳，忙忙忙啊，碰我碰碰碰，哈哈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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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接吻，宝贝，你都还记得哎。你说什么？追赶追赶跑跳碰，追追追想他追，啊那追，嗯，慢慢的靠近，追他追他。赶赶累，赶就是赶，追赶赶累赶累，跑，开始动起来，跑起来，动起来，嗯嗯嗯，嘴巴跑起来，嗯嗯，跳跳，舌头跳起来，跳起来，碰下去，碰碰碰碰，哦哦，不错，你没有忘记，来哦，我数到三，我们就开始哈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一个哈，手机啊，敢有这好食？我生目睭看白白哦，头一届看人咧食手机啊。无啦，我咧跟阮女朋友视讯。女朋友视讯，你莫搞来这套啊哈。视讯。你拄则不是讲报警？有无？有。我就是警察。我是讲拥抱报警，不是不是。你讲报警呢？我拄好你的边啊，你我拄好赶紧来啦。无啦，我给我抓到。我。你做那个什么下流的动作啊？阿哥。你的口罩，口罩又没有戴好哈！拍摄没记的，拍摄。你都不是都没记的，哇！你讲你真正实在是吼，太不应该了。像你这款吼，这个背身吼，真正爱抓起来关。你不知道你一个人会影响多少人吗？你要保护自己，还要保护别人。我是因为我太想我女朋友了，我在跟她视讯。确定？确定。女朋友在哪里？女朋友在我在视讯呢。你看你我看啊，在哪里呀？在哪？她挂了。死掉了，真的，他挂掉了啦！明明就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像你这款吼，一定就是阮这个社区的变态。我做对，今麦要跟你带来警察局，好啊，跟你调查者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打给他，我打给他。好，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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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好是有接电话啦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呼声后开始计费。如果有言，请挂断。那个。没 ，Michael Ed 啊 ，Michael Ed 啊吼，来规身躯喷喷的吼，跟我来警察局，我要找你来警察局。无啦，拜托的，拜托的，你原谅我，我只是现在就想阮好朋友，我才直接跟伊私信，我唔是挑工的，拜托的啦，你莫找我去警察局，我拢无前科，我善良好公民，你拜托，你安尼带我回去，阮爸爸妈妈知影我去用抓回去，我后摆要哪做人，拜托的，啊，原谅我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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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啊，起来起来起来啦！娘啊，我不是调岗的，我有弟啊，我有弟。我知不知？卖掠你去警察局啦！啊，但是哦，你拄只吼，安尼三届无挂迄个口罩，安尼，甲你口供也无要听。嗯。罚万五啦。万五。嗯。哪贵？嗯。好，万五万五。来，黄灯辉哦。哦，爱去拉皮。好了，我爱去拉啦。知啦哈。我爱去拉，我爱去拉。紧
啦，妈啰啰嗦啦。我私讯了，我就等伊啊啦。哦，我真正气死。哎呦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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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Baby，Baby， 你走去倒啦，那也无讯号啦。无啊，拄则就无讯号断讯啊，我就想讲我先去一下便所，无带手机啊啦。我叫你害死。我拄只迄警察过来啊！我甲讲我咧私讯，伊唔相信，伊甲我开万五啦。是啊，叫我开啊。嘿啦。哎呦，那安尼哦，你赶紧转去啦，三界安尼。Baby。你拄只讲啥？我赶紧转去。我。较早咱咧做伙时阵。你拢讲要甲我天长地久、海枯石烂、永不分离，你怎么讲啊？放弃下去！我天！你是不是不爱我啊？我是讲，赶紧跟我继续私讯。哎，会当搁私讯你？有。会当搁私讯就较早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大礼物要给你啦。哦，真实哦，什么礼物啊？这礼物吼，哦，足适合你。真实的哦。来，我比给你看。迅感内衣，对不对 ？Sexy 不 ？Sexy。喜欢吗？Baby 啊，啊，不过我是足介意啦，啊，不过今麦疫情期间没必要不能出门，所以我嘛无要多出门给你提啊。没必要出门。对呀，我都出门跟我提。对呀，我靠！我刚才讲要送你礼物，你半暝啊白嘛白出来，我即马伫你家门口，我已经提来甲你家门口啊！你讲讲，你不能出门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嗯，你没有说不爱我。我是讲，那安尼，你敢有啥物办法？咱是要安怎咧？办法咯，我想看卖啊。好。哎，等下，乔，疫情期间，像这样走去钓鱼啊？你唔知乖乖伫厝呢？来，你钓竿举高，点点，你钓竿举高看卖啊，举过来啦。走去钓鱼啊！防疫破口啊！阿爸，点点呐！哦，哎，这紫色的卷线器呢？哎，这支敢那沈文成设计迄支的无？阿爸，你点点我知影啦，这支没错。阿爸，你即马随转去，你搁加讲一句，我给你检举。检举你防疫期间走出来钓鱼啊！出去！我走！你搁加讲一句，我就检举哦。假鬼假怪！一看就知你是变态啊！假鬼假怪，宝贝，妈贝，有办法了！什么办法？我去借到一支钓竿，你看。哇！我即马钓过哦，吼！啊，你穿给我看。哦。我只要看到你穿这个内衣，我看到你穿，我就马上回家。哦，我一定要穿就对了。要！这个真的很适合你啊，我挑很久。这个颜色最适合宝贝啊！宝贝啊，你要小心一点呢，我惊迄个警察小弟过来啊！没啦，警察回去啊啦，哎呦，人警察无聊一直来。哦。来哦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安尼，我甲吊过哦，哈。好好好。我吊过哦，你说你哦，爱接你哦。好好。Come on, baby。社区的变态，总统我抓到吼，无啦，睡衣大盗，无真诶，我袂。哎呦，拄则佮我讲你咧外深情，啊，即马你拢袂甲叮当，啊，会钓竿，偷人家的睡衣，啊，你真的是啊好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即马绝对吼，警察你抓回去，警察大人，真诶我袂。哎，你买？阮女朋友带来这，我要送伊的礼物。哎，我你讲的吼，这等拢跟我来警察局，你豆豆我讲给阮听，啊，阮才来做笔录。啊，啊，即马人赃俱获，都抓到了，就是你
变态。来，啊，自己把自己绑起来。绑起来哦。对，带你回警局。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不可能。还是你再开一张30,000的？不用，已经没付了。我就是要抓这个变态。啊，这一件还是你先穿穿看。好。这件我没收。啊。因为我最近每天早上起来都在剖性感的睡衣照，这件刚好我可以自剖。哈，请到王彩华的粉丝页看台湾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啦。不可能。很少看到被抓到的人这么乖，还把自己绑好的。很少看到被抓到的人这么乖，还把自己绑好的。因为现在防疫期间，不好意思靠你太近。好啊，好绑好啊。丢过来。来，我但是我真正是我来跟女朋友视讯。我唔管啦，一切就是等来警察局才讲啊，跟我走，呀。我，宝贝，救命啊，宝贝，宝贝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防疫期间，咱是要严格遵守防疫的规定，保持社交距离，把口罩戴好戴满。大家做伙拍拼，疫情一定真紧就会当过去啊！啊，若无你就会摊像黄灯辉同款哦。